生，我觉得生活没意义了，我的孙子们都不来看我，整天无所事事。你孙子们的问题我帮不了你，但你要是无聊的话，就像年轻人一样试试电子游戏吧。电子游戏？对啊。电子游戏玩得开心吗？简直太棒了。是吗？不觉得无聊了？白天还是一样，但每天放学后孙子们都来看我。